亚运，戴资颖领衔女队一与324名直战台湾女子羽球队雅加达亚运首战，今日早上10点登场，对手为巴基斯坦。世界球后戴资颖将在第一点单打披挂上阵，希望助队先吃的点。24岁的戴资颖在月初世界锦标赛女单八强不敌中国何冰娇，终止31连胜纪录，不过目前仍以积分96817高居世界排名第一。戴资颖上届仁川亚运女单不同，本届携着球号起势前来，成为台湾夺金希望。他今天在团体赛与季会对上世界排名324的沙贾德。至 BK 羽球馆堪称印尼魔鬼主场，地主球迷加油声及球场风向凌乱，是各国选手的梦魇。台湾队总教练张正雄透露，女队首战会精锐进出，让主力选手先适应场地风向，备战下场对泰国的八强赛。精锐进出是应场地世界排名第四的伊瑟农领军的泰国，今年 U8 杯小组赛3-2击败台湾。不过透过上次对战，张正雄认为我与泰国单双大实力接近，设定打头阵的戴资颖能杀出重围，胜败关键是第二女单白玉破获李嘉欣，其第一女双徐雅琴、吴迪荣，看这两点能否成功枪胜，勇闯四强。